这个我支持，对，因为那个是检测，确实我们要把检测的这个效率要提高。然后方舱医院建的话，这个就不好说。你按香港现在这样子的，就是如果是真正这个病是轻症的话，他居家在家里面就可以治疗了。如果说是讲是重症，那在医院重是可以。所以他建一些方舱医院，我觉得也有必要。有必要就是以防万一，这个后面的感染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那个是医院不堪重负的时候，那确实要把一些那个重症啊这些病人要送过去进行治疗。是，我觉得这个是有必要的，因为他现在他这个检测只代表就是说在检测的那一瞬间，可能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但是他出来在街上碰到一个有感染的人，那他不可能又感染了吗？但是你检测数据有显示他是刚刚检测的时候是没有的。他如果要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照抄内地的那作业，就是我们整个区，比如说我们油尖旺区进行统一进行检查，那么别的区的人是不能够在这个时间是不能够来这个油尖旺区。然后呢，就是整个区的人就先人先告诉我们广大市民是在这个时间点是不允许去另外一个区的。这样的就是分区的进行检测，这个可能会更彻底一点，就是彻底的阻止的这个传播链。如果你没有采用这个方法，按照身份证的号码来测，可能我住在这个油尖旺区，你可能住在这个是那个港岛区，那你今天我刚刚那个检测的时候我又去港岛了，那我不是造成港岛这边传播吗？是不是？所以它这个一定要分区过后，这边一个区的这样清过去，这个才是核酸检测才有意义，而且要比时间要短。他现在我看到上面好像是要花从三月的一直到三月底，那这个时间太长了。你应该来讲检测的，根据我们的检测能力，我觉得不应该这个一人一管的这种检测，应该是采取那种混检，比如说是五个人一组、十个人一组，这混检，这个提高这个效率。混检的话，你可能只要两三天，整个香港人就全部检测过去了。如果你这样一人一管的话，这个效率太慢了。事实上现在我们已经不是每个小区那个每个楼啊，那个是不也是禁足了吗？对不对？那你比如说我们假如我们整个香港这边进行核酸检测的时候，那我们在这几天之内嘛，大家全体市民克服一下，就是在进行核酸检测的时候大家不要去那个就禁足一下。然后或者我们建议政府，因为你现在人也很多，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每个小区呢，不一定要到什么那个到体育馆那边，体育馆那边大家在街上走动的时候会有传播，在每一栋楼下面进行设立一个是那个是检测的，这样的也效率其实也更快，是这样的。如果大家集中都跑过去，我觉得这个什么，这个是传染的这个概率特别高，而且这么多人在那边排队，可能有的人已经感染了。本来我没有感染的，我站在那个地方可能就被人家感染了。有的这个也可以啊，分区的话，比如说我们今天是弥敦道和这个是那个沃达老道这个地方，这边呢全部进行那个分起来进行检测。大家不要去夸，因为我们香港这边有很多公务员和警察，也有这个是义工嘛，我们进行那个是协助。这边检测完了过后，然后再到另外一个区。其实我们香港市民大家素质都很高，大家都能做得到。如果你告诉我们现在在这边检测，不要去跨区，我相信我们广大市民都能做得到，对不对？那你如果这个是禁足的话，因为这个奥密克戎的时间比较短，就是几天时间，那我相信市民他能克服的。事实上像东涌那边不是大家就是禁足的是一个星期吗？大家也能接受了吗？那我们香港如果是执行内地的这个清零政策的话，那你就必须要这样做。如果说我们就是科学防御的话，那就大家都感染一次嘛，那就全民那个是那个全体免疫嘛，不就行了吗？这个辉瑞的公司的那个工程师也说了嘛，就是说自然感染的这个是产生的抗体综合抗体低度远比接种三针的那个抗体低度要高得多嘛，对不对？那如果说这样子的话，不如大家就是自然免疫了，我们普通市民就是也没办法去评论。就是我刚才讲的嘛，
到底是行政抗疫还是说是科学抗疫，是吧？科学抗疫里面到底是进行医学抗疫，还是说是采用这种就是我们传统的这种物理这种就隔断的方式，就是分区这种方式？对啊，我应该觉得应该科学抗疫加那个医学反应，这个比较好。行政反应最终一团糟，最终是防不住的。这个病毒你没办法防，你现在国内啊不是到处也都在爆发了吗？这个也是政治问题，因为现在对于我们政府来讲，他根本不考虑这个，不考虑经济问题。你觉得他们会考虑经济问题吗？现在我们这边做什么事情都是政治优先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普通市民只能接受他怎么说就怎么，我们只能怎么做了。我们不是已经是那个 GDP 不是一直都在下降吗？这个是香港，我们这个地方是毕竟是一个小地方，主要是背靠内地的这个市场，但是我们又是依靠这个是欧美的这种是这种贸易，所以说这个对于我们来讲是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就是到底你是选择和内地这个是这个市场保持紧密的联系，还是说跟欧美这边是这个传统的这种是这个是金融啊这个这些那个货运这些东西进行那个是挂钩。但是现在很明显我们是还是就是依靠内地呢，现在基本上都是这样定调依靠内地呢，那你只能就是说跟世界脱轨了。我们去年香港没有那个没有是有一段时间都没有是那个病例的时候，我们不也没有通关吗？你觉得是清零的问题吗？那澳门那边不是也有那个发生吗？但澳门不这样跟内地进行通关吗？所以我觉得我对通关不通关我都不抱有什么幻想。你去年我们有长达6个月的时间都是清零的，他不也是没有通关吗？那他这个很多说法，你看刚开始说我们这边接种率达到多少才通关，可是我们接种率达到了过后又说我们这边什么是那个叫什么是豁免人员的这个政策做不到，我们这要整改，后面我们也整改了，他很多要求啊，反正我们是永远都是那个都跟不上他的要求，是吧？如果真的我们这个地方不是清零的话，他如果愿意跟我们通关，我们一样可以通关。那你内地，你比如说像深圳，现在他本身就感染，深圳跟其他的城市现在断掉了吗？深圳不也在感染吗？深圳为什么跟广州还可以那个自由的来往呢？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跟清零不清零政策，我觉得是无关。这个我不方便评论。这个我不方便评论。现在不是有国安法不让我们说话吗？这个没有办法，这个是政治问题，这是政治问题啊！这个我觉得我们市民是无能为力。